大家好，我是 Sam 大叔，我终于完成了入学考试，可是这一切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因为这就是大叔的学校了吗？呵呵，这次我不会在那里轻易逃走的。翠花，今天放学后留下了一会儿，有个小的入学考试，然后今晚的作业题目是2+2=7，大家记得明天早上交上来。2+2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看来入学考试也没啥难度。没想到我考完都这么久了，哎，学校看着怎么怪怪的？估计是太困了，赶紧回家睡觉吧。哎，这大门怎么打不开？难道是因为断电了？麻烦，还得去地下室把电开开。车里也太黑了吧，感觉心里毛毛的。哦，哎，应该就是这个了吧？这里，搞定。哎，是不是有人进来了？2+2=7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2+2=7。哎呀，现在的新生连2+2=7都不知道了吗？谁说的？等于10。等于10？你数学老师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过来，打电话给家长。啊，不要了，赶紧躲起来。完了，我说不清楚10和10。他应该走远了吧？直接跑。2+2=7。就是4啊。94，回答错误。啊！你欺负我的方言。2+2=7。既然我口音不好，那只能这样了。2+2=7。1、2、3、4、5的四。1、2、3、4、5。体育老师都教不出你这么差的学生吧？啊！什么鬼？他不会还跟着吧？啊！救命啊！完了完了！2+2=7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叔，你在哪儿？2+2=……哎，这是。菲尔普斯山寨防水计算机告诉你2+2=4。快上车，拿手果实里面的好最长。这鬼子嘞，再见了灵脉。总算逃出来了，壮士多谢。话说你是，等下次再说吧，你先去保安室躲一躲，我去会会他。壮士，你到底叫什么呀？就叫我奥利给吧。